今天是1月19，星期二，天气晴。昨天去巡视的水源，水的进水量还是非常少。这非常少的原因当然是，太久没下雨也是会造成的。那这也是冬季枯水期里面最严重的问题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有涓涓流水就算了，那反正只要有一点点水就好了，我们不要苛求太多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女主呢要去台北办事，所以我就要陪她下山了。那所以今天就随意画画，顺便把农场里面的东西呢，该补充的补充，该喂养的喂养。那今天最主要是，看看所有农场的作物长得怎么样，然后收拾收拾，休息休息，等一下，就可以收拾下山去咯。OK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逛一下我们自己的农场，看看有些啥东西咯。Hello，大家好。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直播芹菜，那感觉上应该是非常的成功。你可以看到，芹菜芽，都发芽了。那这是芹菜，在种植的时候，真的它需要非常寒冷的天气以后呢，它比较容易发芽。所以芹菜跟一般的蔬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也就是人家告诉我说，芹菜呢要放种子要放在冰箱里面，冰一冰以后，再来，种植会比较容易发芽。那我先天自己，在寒流来的时候呢，给它直播，就化解它现在的发芽，比一般的蔬菜苗呢来得容易。那也就是芹菜它本身你要播种。你要等寒流来的时候再播种，效果会非常好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们现在要保持宁静，欣赏一下梅花树丛底下蜂儿的采蜜声。大家应该有享受到这一种声音吧？这就是，所谓的生态融化的一个重点。你就是要有足够的生物链，才有办法。这不是只有食物链而已，还要有生物链。这些蜂儿呢，现在又终于回到，咱们农场里面来。它其实只要农场的花儿少了，它真的会几家呢？就离开了农场。那这个蜂呢，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真正的台湾的小蜜蜂的感觉，因为它的体型呢，又感觉上又比台湾的小蜜蜂小很多。那我家的蜜蜂呢，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，那这是一种 OK。我今天还是继续先来去巡视我的农场喽。